咁譬如即係呢個瑜伽啦，咁我哋成日話市面上有咩蒸汽瑜伽、熱力嘅瑜伽係啦，或者係唔同種類啦，咁其實會唔會驚即係個市場或者你係個定位都係香港噶嘛？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驚有競爭者？你自己當初開業嘅時候有冇呢種壓力？其實唔會㗎，因為咧Love Yoga 同一般瑜伽咧其實係完全唔同嘅。傳統嘅瑜伽你要喺瑜伽房咧、瑜伽席啦去做啦，比較慢啲啦，個節奏係真係慢好多，同埋會靜好多嘅。大笑瑜伽咧，佢最好嗰樣嘢咧係真係 handy 咯，純粹個導師過到去，跟住個場 OK。有一堆人，咁我哋就即刻可以運作啦。咁運作完之後就夠鐘就即刻走啦。咁連通常啲公司都會問我哋要準備啲乜嘢嘢啊？都冇嘅，你俾個麥我，俾個 projector， 俾個電腦我。咁我插個 USB。有冇音樂嘅咧？音樂可以有同可以冇。OK。係啦，即係完全視乎成個 setting 咯。咁夠即係啱香港人嗰種咧，要好快啦，即刻搞掂啦，同埋佢個效果係。我哋玩10分鐘，即刻大家都會有嗰個笑聲咯，係guarantee你一定係有嗰個聲出嚟，同埋你一笑完之後，你即刻會放鬆咗啦。咁又唔會難做咯，因為30歲到80歲都做到嘅話，咁一般都市人都做到啦，係啦。但係瑜伽就會大家會覺得哇好難喎，好容易整親喎咁。咁暫時我哋依一個活動又唔會有依啲咁嘅情況咯，係啦。咁你主要客群就係可能入去公司做一個短短嘅，即係所謂佢哋講叫 training 啦，同埋傾偈。咁同埋有冇其他嘅主要嘅客群？其實公司啦、機構即係啲 NGO 啦，可能做下啲 staff retreat 啦。開下小組啦，咁醫院啦，做 training 啦，或者係cancer patient group 啦，我哋都會幫手嘅。長者中心或者護老院嗰啲，其實我哋都會有導師可以過去做依一個 service 啦。咁就親子活動啦，咁我哋都會有依一啲咁嘅 service 咯。咁team member 方面咧，咁佢哋即係點？你點樣即係收費，或者你佢哋俾錢，或者嗰啲公司係咪上網？我見到你個 website。咁係咪上網俾定係點樣？通常我哋就係拜，即係可能 check 或者 bank in 咯，係啦係啦。咁佢通常就係、見到，然之後就 make 個 appointment， 咁我哋就出翻個 invoice 過去俾佢咁樣咯。大概就咁樣咯。咁其實即係最後一條問題啦，即係我哋講完啲問題，我哋就試下做一個 demonstration 俾大家睇下啦，個示範。咁譬如我就想問未來發展係點樣咧？會唔會驚話？越嚟越多人即係識呢樣嘢啦，咁真係驚搶生意噶嘛？其實就真係唔會驚搶生意嘅。依個世界上咧，喺 training 個行業裡面咧，有個特質就係每一個 trainer 咧，其實係好特別嘅。A 一定係淨係中意 A trainer， 去 B trainer 過去咧，佢都唔會 OK。因為其實每個人有自己個 style 嘅，咁只要我好相信我的 style 咧，其實佢係唔會搶到嘅。咁但係我哋想做嗰樣嘢咧，就係、是、依個世界上咧，如果我有個 activity 或者我有個哇 movement 添啦，即係 Love Yoga movement 咁勁啦，咁。不會靠一個人的，一定要很多人一起去做啦。所以我們接下來想做的做法就是希望很多即不同的 trainer 可以更加有自信地去用這個活動去跟人家分享啦，可能 set up 他自己的 business 啦，或者他自己的 brand 啦，我們寧願做一個 platform 給大家咯。是啦，那就即整件事不是以一個搶，而是我們講經過 matching 咯，可能有人的 expertise 是做長者是做得很好的，有人的 expertise 其實他真的做小朋友是真的做得很好，有些人呢就真的入公司哇很正的、okay. 所以我們希望個 matching match 得啱，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個活動、最重要是享受到個活動，就是 Love to Yoga 這個活動其實是 fit in 到不同的人，但是如果個 matching 不啱的話呢，就個效果唔理想咯。啱嘅，啱。係啦，係啦。